爱心啦，给多一点爱心来了，给我们两位设计师一个鼓掌。哎呀，多一点爱心哦，多一点爱心哦，莫俾佢停嘛。OK， 好了，两位设计师有什么想分享在线上的朋友呢？今天透过的造型还有使用的产品，有没有一些小小的细节再多分享？在照顾的时候呢，更加的容易的给我们的观众。小细节的话，我应该是觉得每一个人都一定要一款发油吧，对，就是你在自己做造型的时候啊，你一定要擦一个发油来保护它，不然你再直接做的话，其实对我们头发的受损是很大的。嗯，因为电棒的话它是热的嘛，它高达100到200那个度数，所以说你直接去伤害你的头发，你的头发就会毛鳞片就会受损哦，然后会毛躁会断裂，所以说你做造型品之前一定要擦油，或者是说你洗头梳头过后你头发湿湿你梳头它一定很快断裂的，所以说一定要擦一些比较好的油，对，一定要擦一款发油。 OK， 所以我们这一款发油呢是最适合造型前或者说造型后任何一个时间，因为它不油腻，然后它不会超级轻的啊，擦出来的那个感觉，擦上去又有光泽咯。女生出门都要把造型或者是说把脸啊或者是头发都做得好才出门哦，这样子回头率会比较高了。回头率回头率先回头率很高哦，我不要懒做咯，就一定要做咯。OK， 好了，我们都接近到尾声了哈，接近到尾声了。所以的话呢 ，OK， 线上的朋友们，好，记得哦，今天我们到8月15号到9月15号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抽奖大赛喽，就是戴森的抽奖大赛哦，总的价值1500块加加的嘞。所以还有我们的话呢，500块 cash voucher， 300块 cash voucher， 还有10份幸运儿99块的头皮护理喽。OK， stand a chance to win， 你敢不敢消费我敢不敢送给你了哈。那抽奖时候的话呢就是在9月20号8点的时间看我们的 live。好，谢谢今天我们两位女神设计师。谢谢先生。谢谢先生。好啦，我是 Samson。好，下一期我们再分享吧。好，到时见。拜拜。拜。